千处，你给我发信息我就往回赶了，路上太堵了。千处，你渴不渴呀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，你坐吧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小念的那本漫画，你有没有？是小念的漫画。千楚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别的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之前小念画过的我跟他那本漫画，你有没有？我要看。千楚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对你没什么感情，但是小念劝过我说，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对我有感情，所以我努力让我自己不讨厌你。但是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是别的关系，你懂吗？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。你是个女孩子，我也不想太伤害你。到此为止吧。你要那本漫画做什么？这个我不需要告诉你，那本来就是属于我和小念之间的东西。我那只有复印件，我过两天给你寄去公司。好。还有，这件事情你就不用跟我姐汇报了。你跟他之间的事，我暂时不跟你计较。你好自为之。千楚，我求你不要走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做错了好多事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是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只要你让我陪在你身边，我以后都听你的了，好不好？你说，不要再说那么绝情的话了。苹果，你们吃哪个？吃你吃，我们哪个都不吃。放下吧，小念，谢谢谢谢啊。那不吃水果的话，喝茶吧。哎，我给你们倒点茶。你伯父血糖低，不太适合喝茶。你喝，你喝。那我也不喝了。
小念呐，其实你不用这么拘谨，你不用管我们的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自由一点啊，自由一点。我来。哎，小念，就放回我们房间好了啊。嗯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你就不要掺和，不要忙了啊。啊，伯母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厕所。厕所在那边。我告诉你，其实那边也有。哦。哎，嗯，这是。伯父，这花我给您放哪儿？行，你先放这儿吧。好。嗯，我去搬别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别敲！对不起，伯父。只敲都是要死的。我不知道不能敲这会儿。哎，李医生，李医生，龚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哥哥出事的时候，我因为有重要的手术，没及时赶回来到你。没关系，李医生，最近我爸爸的身体有点不太好。您父亲多年来疾病缠身，一直在用药物控制。至于具体的，等我看了之后再跟您说吧。好，可能就是一些老毛病了，我们先过去吧。走。进。我走。这是从剧组寄来的文件。寄来的时候没给别人看见吧？没有，史蒂小姐很小心，快递员在门口就给我打电话了，没有送到前面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美少女战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美少女战士，谢谢你陪我。没关系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曾经是最温暖的依靠。从来没见过哪个女生这么喜欢吃烤鸡皮。烤鸡皮怎么了？烤鸡皮很香啊。美少女，等我治好我的眼睛之后，我要在这里给你盖一间吸光小屋，我就让你在这间小屋里面画自己喜欢画的东西。那当然好了，你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，然后陪我看真正的落日。最后发现还是无处可逃，再也找不到都装进了水晶球里，然后我们就永远都会像现在这样，永远都不会变老。可是我不想像现在这样，我连保护你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再也找不到了。
对不起，小雅，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。我有我的信仰，你有你自己执着的东西，最终我们还是会分道扬镳。雷云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愿意支持你。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你去哪里，我可以跟你去哪里。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只是想要我们的一个将来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不管我多努力，都比不上你心里的那个他。痛过以后才会知道，还是禁不住的想要。